他同一个人从另外一个门穿的衣服出来说OK, I'm ready for you guys. 校长兼撞钟就对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婚姻就是场儿戏。小珍跟老公李静良爆出婚变之后，至今已经分居了6年，但从去年开始，两人感情逐渐回温。最近小珍更是大方的晒出跟李静良的同框照片，看起来似乎是复合有望。不过小珍日前却突然在脸书上 po 文，当他写着庆祝了吧，我确定一辈子一个人了，不免让外界联想跟李静良的关系是否又复合无望。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小珍录节目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情，就回应对啊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接着记者又追问他跟李静良的关系，他只说了一句不然呢，语气似乎带点火气，不愿再多做回应。可能对其他人无法理解，他就觉得说哇，你妈傻逼，你当然我现在有少到一个人说他想知道他是不是被吓蛊。李静良婚后屡传花边新闻，但是小珍即便选择了分居，还是坚持不离婚，就是为了女儿。而小珍po文引来不少亲友关心，就是希望她可以过得好好的。